来这个花莲大地动了后，花莲市的产品酒店提早来进行着重建的计划，租签着完工。另外，甲台鲁阁国家公园签约合作的三月村，伫个当地经营饭店已经二十档了，即卖嘛不得不爱来解约租签完工。村长是真无奈哦，讲这个梦想和地动来拍碎了。当着大地动，旅客甲员工冲到室外逃命，房屋的家啊，也个建材，一栋公司全部拢倒，插头处后连那个个大粒石头顶甲房处。地动了后，对外沟通损害，迄阵的分区有85人吊伫内底，向台鲁阁国家公园签约合作的三月村经营二十栋，十栋未过地动，全部解约。只好将员工辞掉，村长真无奈。安慰他们千万不能辞呈，因为没有办法经营下去，我们会支钱，最起码你们有一点费用。虽然员工甲旅客拢平安，严格先卖创伤，在短时间内尽快消毒。国家公园除了部落湾，也有往三国吊桥的道路严重损害，比进前当日风台还阁较凄惨。三国村的插头处嘛损害个真严重，四界拢是比厝阁较大粒石头，要恢复起码都要几日冬，才会做出辞掉40个员工的艰苦决定。我们三叶村训练出来的员工啊，到了外面同业都会抢着要。因为我都是做全方位的服务，每个都非常优秀。三国村就在山谷，从头到尾拢坚持环保、艺术、文化，甲回归部落的经营理念，是全台湾第一间得到国际永续生态认证标准的饭店。只是提早解约了后，美丽的人文风景，敢会当留存伫过去的记忆。花莲县观光协会表示，除了外籍游客退团，四季花莲大房率无到一成。拼搏协会讲着无法度改机票的外籍旅客，有真侪拢改行程，换到乌来、淡水、阳明山等等。估计伫六月之前，花莲的观光拢无改入关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